小灯，怎么还会找镜头呢？好可爱，还会找镜头呢。你看他那个脚焦虎，就像那什么烤鬼。我跟你说，镜头的脚都是这样。我一直以为小猫咪的脚都是粉色的。对，猫咪有脚臭啊。啊，算了，没事没事，不信你闻一下。我不闻，为什么要闻？我不闻自己。我闻一下。天哪！有脚，小猫咪有脚臭怎么办？哇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你还有我，你我不会嫌弃你脚臭。我CPU 我的小猫咪。今天一起来就说要给我做三明治，照顾我的生活。突然，不，你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是我只会做三明治？也有可能。我发现就是我现在人在剧组的时候活得会非常的规律，不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在家里面就会很懒。但到了剧组之后，反正就是会变得很健康。怪不得，我觉得你今年就是变得真的跟去年有点不一样。你说一下我去年怎么你了？虽然没有怎么，但是就是你没有委屈我，就是你刚刚你说的那种状态。但是你今年就是会有说啊，我一定要吃碳水，碳水要搞，就搞上。去年我在你家的时候，我吃那个，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说辣的。点川菜，对，我现在就不太会这样子了。好健康，你真的，就是有没有很感动？有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就是我每天几乎都会吃的一个，我觉得算是一个小早餐吧。你知道这个面包，我一次性买了一箱有70多片，然后就很方便，它一掰开就是2片，对，然后哦对，我们新的日常。然后像这种芝士片有低脂的，记得买低脂的，因为我发现低脂跟那个。普通的那个味道其实对我而言没有很差，就我会在下面铺2根火腿，然后在上面再铺一些这个火腿的肉。我跟你说，你过一天会瘦吗？不会吧。那你是怎么保持身材的？它是要健身的。然后这个空气炸锅我没有任何就是说就是在做推广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拥有一台空气炸锅生活方便快捷好多啊。然后我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冰箱，是瘦子冰箱啊。我不知道什么叫瘦子冰箱啊，就反正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冰子冰箱。我今年开始，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就是从今年开始的，我变得开始不爱喝饮料了。然后我更喜欢喝的是什么呢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像这种就是咖啡已经成为了就是日常的一个，不是说必备品吧，就是它好像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习惯，就是不管是多晚起晚多早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喝咖啡。我看你还喝那种生茶，就是这个茶它其实就是一种绿茶，但是它这个也是不苦不涩，然后又很好入口，不会卡。然后这个当水喝，推荐给不爱喝白水的姐妹。对，这个冰箱里的东西就是推荐给不喜欢喝白开水，但是又你知道吗，人真的每天就是要喝。女人是什么做的？水做的。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我觉得很好，纯蔓越莓汁，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嚼东西，我觉得很累，话说多很累，但是喝水我就很开心。这是美女的生活吗？嚼东西很累，不要吃东西，但是喝水我就很开心。这个我懂，就是一两瓶就一下就下去了。然后这个蔓越莓大家都知道，蔓越莓就是对女性好。然后这个，然后你们不要像我，因为我就喜欢喝冰的，我不是冰的我不喝的那种。其实，在女性某一些特别的时候，是不要喝冰的了，就不要像我一样开心。然后完了之后呢，我还会买像这种什么看，也没有任何的品牌啊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速溶的一个鸡汤，就是你把它打开了之后，你把它倒在这样就这种方便的锅里面，就可以直接就是把它加热喝掉就好了。然后我会放这样子的豆腐鸡蛋，这脂肪也很低啊，这鸡蛋就很好吃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他喜欢你。我知道。刚刚介绍了冷的饮品啊，现在我要介绍一些热的饮品，那就是豆浆。豆浆是我为数不多只喝的奶制品之一。然后我之前特别喜欢喝那个红枣桂圆的，但是它那个太甜了，然后我就买了这种，就豆浆粉嘛，然后这个味道还可以，就没有那么甜，也没有那么的不甜。你看，词到用时方恨少，这真的是无语住了。好的姐妹，谢谢姐妹。就虽然这个沙拉酱是这样，就是扭七八歪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对，但是很有意思性。我们可逆成长了，会照顾自己了。好吃呀、就是好吃呀、要不然我怎么能连续这么久每天都吃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。这是小猫咪甜品。狗。牛奶。牛奶。真的很像一只狗狗。真猫啊，太可爱了。最后来欣赏一下旺仔公主的美颜吧。